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月27号，刚好开服的第90天。为什么那么喘？是因为刚才射箭才回来啊，这车59才到楼下啊，然后我叮叮当当的跑上楼啊，所以就喘的不行。我们昨天啊，加上今天啊，一共是收了3000多块钱的这个法证的材料，还有一些混合，包括一个斗罗的混合，收到了，你敢信？超级斗罗的混合是海棠打到了。然后我今天去看这个海棠，他已经不在我们工会了，什么时候走的也不知道。就是这个海棠不是原先那个女生啊，是号已经卖掉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些什么样的东西，好吧？哎，亲爱的魂师警察说，哇哇，来了来了，四个自选，我们就选四个超级斗罗混合 ，nice 内丹 ，nice 神核，哇，右腿，然后左腿，其实就现在就差两个脚了，两个靴子，然后四个神之核心，哎呀。好，然后来，我们一点点看啊。海参福利无所谓，收了好友赠礼。燃尽四星，屏障四星，这些无所谓啊。我们看一看有什么。四星燃尽，我是80块钱收一个五星的，40块钱收一个四星的。啊，之前最高的时候是100块钱收一个，为什么搞那么高？因为被武汉搞了。武汉他说他要收这个燃尽和毁灭，然后我收多少他都加5块钱。本来昨天40块收一个的，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。聊天记录，因为我一直复制粘贴嘛，对吧？原本是收点这个魂斗罗混合、风暴斗罗混合，然后五星法阵25一个，这个毁灭燃尽35，之后那个逼就在那说，哎，就怎么样都要比我们高5块钱。关键是那个武汉，他现在就在我这个群里，8000伏的群里，然后就在这搞事情，然后我们就一直一直加到后面加到100块一个五星的，然后呢最后呢我觉得收了好多，然后我就便宜一点，花了3000多块钱，真的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。啊，今天又把这个兵哥哥抢了一个他的这个烈焰，啊，今天这个神界我就打了一次，把他这个烈焰给抢了，刚好把兵哥哥杀了，哎，拿下一个烈焰，美滋滋啊！你说他拽有多大用是吧？然后景阳山脉这个东西，今天发现有个问题，很大一个问题，哎，先说一下这个景阳山脉的问题吧，不然到时候忘记了。景阳山脉一定不要选这个中型，一定要去打这个大型。我今天120的体力全都打这个中型去了。啊，但是这个中型踩完之后一个四星的都没有，一个五星的都没有。昨天采集120的体力采集上面这个大型啊，就拿到了一个四星一个五星嘛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东西中型爆率非常的低，一定要打大型，哪怕说打上面这个大型或者上面这个大型都行。然后我们稍后就可以打最后这个3级彩虹矿石了，彩虹石矿了啊，马上就可以提升到这个上面。稍等啊，还有赠礼。这个敖天意啊，对面的工会的人给了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啊，这个北深一个人就给了我，就从我这儿赚了1000多块钱，等于虚妄，我的天，就给大家看一下吧，这些要么是混合，要么是四星的，至少都是四星的，你看有多少个，然后1点钟收的，哎，那么多，然后下面还有很多是，等一等啊，还有很多很多，这些是我已读的，没有完，这些就是3000多块钱人民币啊。直接就花出去了。这个我是觉得七老哥搞了那么多钱在里面，我这个材料都不太舍得去收，那不太行吧，对吧？那不太行。再来，怎么还卡住了？你看这个法阵，四星五星的法阵，哇塞啊，好帅啊！这他妈都是马尼啊，都是马内，我的天，帅气啊！今天史莱克神主应该不太行啊。然后今天我们还做了一件事情，我们找客服去换了这个修罗腿，但是这个修罗腿什么时候给我不清楚，应该看刚才的邮件好像是还没有给我啊。修罗腿的话我们是拿走了3个部位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修罗头、修罗靴、修罗脚，剩下这2个是红色的，是双神套，现在这个拆了还没给我，那我现在别的也没有上，背包里应该也没有这个这个装备啊，没有这个修罗腿，今天没有修罗腿，那这个兵哥是打不过的，有这修罗腿的话今天晚上真的可以和他干一架，剩这么多用不完是吧，没关系，小事儿，但是不可能说用不完，我现在还用得着呢，之后还要收，但是收的稍微便宜一点，现在我们要把这些拆了，然后去和这个6星的，要把低角色先弄到6星，对吧？兵哥哥的东西收的也太多了，是吧？他的是充钱也充的多。今天有人就在评论里说，哎，就他会玩，我不会玩。其实这个不是会不会的问题。来看一下第三阶，释放冰霜镇压对敌方全体造成攻击力多少的伤害，并且有几率附加这个镇压效果，使手技能命中的单位随机2个专属魂环暂时失效，持续4秒钟。反正挺厉害的，也不是那么的厉害，但是还是可以的。然后攻击血20的几率对3个血量最低的单位造成300%的真伤，并且降低他的攻击和命中持续5秒钟，这个很强。魂合给了吗？魂合给了，都给了。稍等，我们今天第二个四阶真身也要出来了，今天什么好事情都有。那别急，这个是六星六合的，这个六合我们也搞一套好吧。
然后今天也要抽很多大奖。这个丁香他那个超级斗罗回合，和我换，我说他找我换就雪茄，多少个换？我说十五个，雪茄20块钱一个，那他十五个就是300块，啊，但是他说他要20个，我想要就要吧，毕竟我们充4万块钱或者充5万块钱才有一个超级斗罗回合，啊，那确实买一个就买一个了，无所谓。牛四阶厉害是吧？嗯，四阶没有腿还是不行的，一定要修罗腿。这个客服我催了，今天是，称号也催了啊，这个充值的这个16万充值的这个礼包也催了，这个终于给我发了一个，然后还有一个那个修罗腿，他说催了之后得要等人审核，然后才能发，所以各位多等一下吧。然后这玩意儿我们来了解一下，他这个奶瓶的三阶有什么作用？昨天只了解到这个二阶的作用啊，然后其他的话我们就不着急，其他我们就先上四啊，四满了我们再合五，五满了我们再合六，是这么回事。好，来我看一下。每隔六秒恢复自身所有魂力，哇，并且恢复已损失生命值的30%，哦，每隔六秒，这个没有 CD 吗？那么强，我的天，牛掰！当魂力值满时，哇，这样和这个接上了，这个魂力一满，然后这个自己获得一个护盾，接下来4次伤害，哇，每隔六秒都会有一个这样的 buff， 接下来4秒内受到伤害降低多少多少，而且除了这个满了以后，平常也有可能满，哇，那这个太强了，这个好厉害啊，我的天，我的妈呀，来，先把什么3星4星先替了啊，再说。这激活不激活，现在激不活那个24阶都是18阶，差不了多少啊，所以我们就平均去升好吧，先替换。其实我为什么想要换，就是为了去揍这兵哥哥，但是这个武汉和丁香就喜欢薅我羊毛，所以下次见到他还是要揍，对吧？这个你们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？因为这个武汉40块钱的这个五星的法阵他给我抬到了100块钱，让我亏了至少也亏了700-800吧，对吧？然后这丁香又趁火打劫，你说这个岂有不揍之理，是不是？这个泛妄图者啊，虽远必诛，等着待会儿我们就见一次揍一次，对吧？除非有这个兵哥哥，除非有这个兵弟弟在啊，我们就这个专心对付一下这个兵弟弟。除此以外呢，这个平常见到还是要揍的，牛逼我就别收，哎，反正我想揍就揍，哎，我不牛逼我也可以揍人，知道吗？但是主要是他们现在打不过我了，我就觉得不要往死里打，这个伤了和气不太好啊，对吧？毕竟现在是有了共同的敌人啊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是不是？五星你们7-8块就卖了是吧 ？OK。他们就故意的是吧？那个武汉原先是个嘴炮，现在这个不清楚是不是嘴炮。原先当年说50块钱收一个卖这个修罗啊，他看了我当时出了好多修罗在卖，他为了让我卖的便宜一些，他就说他50块钱出一件，好多人他说了好多好多遍，然后好多人去找他，找到他他说他又不卖了，对吧？当时就是想要这个制造舆论压我的这个价格，当时我就挺不喜欢他的，这样他们后来一些操作，包括把我们工会里的人都给踢走了。对吧？所以我当时就不太爽。不过上次送了礼物的话，我觉得就老板说，就和好呗，对吧？那就和好，也没有问题。他们买不起心理不平衡，所以叫是吧？这个武汉也没怎么收，不然他们工会的怎么会卖给我那么多，对吧？换狐狸的话，等我修罗腿到了，今天修罗腿没有到，他是早上把我修罗腿收走了，下午的话也没有发，可惜了。然后邮件里还有的，邮件里还有一点点啊，但没有那个。哎，就没有那个啥了，可惜我们背包里的东西需要好好调教一下。不要换狐狸换蜘蛛，要换狐狸啊，要换狐狸。这绝世唐门现在就打完了啊，这好快啊，感觉有种错觉。来，回脑期最后一个位置开了，刚好这钻头够的，四星狂热行。然后我现在看一看，哎呀，先把能合的先合了好吧，这不能一键合吗？我的天，还有那么多，我们先把所有的都搞到五啊，别着急。狐狸站不住，但是有了腿它就能站得住啊。蜘蛛可以吗？这个蜘蛛就能站得住吗？蜘蛛比狐狸还肉吗？这是我想问你们的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蜘蛛它会优先攻击蜘蛛吗？会不会啊？如果不是优先攻击蜘蛛，那没有意思啊。你看这个四星是20块钱一个，也不便宜，说真的。蜘蛛也很脆是吧？天使环月刃。月刃有可能。就是看对面的鬼先打谁，如果对面的鬼先打我月刃，那也可以啊，只要不要先打我海神，限制我海神输出。蜘蛛是直接爆发是吧？这个适合主 C， 直接爆发的话一开始前10秒就死不了，对吧？要像海神杀了人越来越厉害，或者像狐狸啊，这个尾巴一开啊，这个六星不认直接把人全都屠了，那样子才可以啊。我觉得一定要换一个狐狸试一试，因为换了狐狸绝对会比现在要厉害啊！就如果我换了狐狸，兵哥没有换狐狸，而且我有这个修罗腿的存在，那这兵哥哥是兵弟弟是打不过我的。哎，不过说实在的，现在这个武汉和丁香，我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时间揍他们，这是实话。
我现在自己给自己多了一个任务，就是要把这个短视频剪出来。短视频的想法就是说，把我直播当中一些有意思的东西、搞笑的东西拿出来分享一下，这样的话多涨点粉丝就好了。不过我这两天，我那个啊13万粉丝的那个地方啊，粉丝还掉了，哎，每天掉个70-80个，我好伤心啊！我发这个视频，我觉得挺搞笑的，为什么就疯狂掉粉啊？我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，还是真的有点强到变态是吧？好嘞，这个对面这些活着的人啊，就是在游戏里的人看到我，哇，怎么那么变态？一直一直的合成，这个五星法阵不要钱的吗？是吧？六星法阵不要钱的吗？这个难道可以拆了再重新再合吗？是吧？都惊了，又来一个五星毁灭是吧？这毁灭好像真的是快要够了，虽然还是差了一些，还是差一些。第二套这个是奶瓶，这天使还是挺需要回血的，对吧？他刚好不容易被打死，然后他到时候再一下子回个生命值的30%，很 nice。全身五星在喊，全身五星，我想想，全身五星就是20嘛，20点的话并不解锁新的东西啊，应该先做一套6的，因为哦，如果我要打这个景阳山脉，我现在轻轻松松就可以打这个最后的这个的，就是我刚才是28了，28万了，就是我如果我拆之前啊，已经是28万了，我再合一下，绝对是30万了。来，我们先合成啊，我这个思路应该是没有错的，先搞6星的再说。来，现在这个是6星的，就一个封印，其他的都需要，但是我估计这个材料不够。哇，这小姐姐真好，这个是建厂的小姐姐，我们去设那个弓，我们用的是18磅的弓，她自己有一个26磅的弓，她说她可以给我用那个26磅的弓，就是这个小姐姐自己的。哇，真好啊，真棒真棒。我为什么要搞一个这个弓？要比较稳定的这个弓比较好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每次去都是不一样的弓，这样的话每次都需要花很多很多时间去调整，就很耽误时间。绝混老师以后还会再开，以后再说呗，到时候这些我会越来越多的，都很多。这个毁灭其实已经多了吧，我看一下，这毁灭都6星了。哎呀，这毁灭都6星，还毁灭很难搞，你们瞎说，都是瞎说，哪难搞了告诉我。不充钱还是要被打，对吧？我们充了91万，被人当做不充钱来教育了。您说的真在理啊，这是我们升24吧，先平均升到24。我真的笑了，我们充了91万，然后你跑过来和我说不充钱就是要被揍是吧？我就是要被人揍。哎呀，这个心还是少操吧，实在打不过，哎，咱熬死人家，对吧？把人熬死，游戏我不想再充特别多的钱，那样不好。咱做一个中华民族的这个血脉，要继承这个勤俭节约、持家过日子的这个好习惯呀！哇，1、2、3，这就不够了，怎么才21啊？这好少。打不过的话，现在差距就很小了，就是等我的修罗腿一到，然后把这个换成狐狸，就好很多了。然后现在我们把该弄的弄一下呗，98来一个啊，日常的98，然后每日礼包什么的慢慢来。来，我们先抽魂灵40抽，走你，多给几个红的。哇，这个碎片不太行，再来。好，哎，给了一个魔魂大白鲨也还行，只要不要给我邪魔虎鲸王，哎，一切都好说啊。又来5个碎片 ，nice， 是吧？好，熊冰熊王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来，给冰熊王升一升。我们现在好像又得要换掉一套黑色的了。图图要干饭了，马上把这个强化完，然后先让我干一会儿，不然我快饿死了。你们希望看到旺图饿死吗？肯定不希望呀。来，让我干一会儿。哎，这刚好。这里我们需要调整了。给各位看一下。这套是光明系的满了，然后暗黑系的谁给他满了，对吧？然后现在这套的是暗黑系的，然后光明系的就是要搞起来了，光明系这个就得给他换了。我们现在就可以给他升星，现在把他升了星之后其实会很厉害，就是什么冰熊王这种就能升好多的。来，先升起来。富牛的话可以试一下，因为牛我记得，哎，你们和我说一下，我记得他们说牛的血量最好是多少，哎，这两个万能碎片吃一个，牛的血量最好是所有人当中有第二名，我们可以来个富牛，但是今天肯定不行，今天这个荣誉是不够的。nice， 七十宝，北辰打我输了，武汉打我赢了，北辰打我又输了，他来切磋我了，哎，来，咱们直接揍他，啥废话都不用讲，守卫史莱克预告是吧？等着啊，现在是56，可以揍的。世界 boss 也打完了，现在我稍微看一眼，冰火两眼，1小时37分钟，哎，等等吧，然后盾场荣誉可以领取一下，这别忘了，商城的东西该买的。等等再买吧，先切磋。就看不惯他，我就惯着你了是吧？老司机还没有合，是的，先揍他一顿啊！揍了他，我合了司机再揍他，不公平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牛先死，他这牛应该是有那腿吧？我就怀疑啊，严重怀疑。那你看我天使，肉吧，是不是很肉？就能够扛伤害了，就能够有个很大的优势。你说要再来揍一次啊？3局2胜吧？我要搞一个司机真身不行的，那样的话太无敌了。他。赢了又跑去发视频嘚瑟了是吧？好，没关系啊，
这个北深他是换了五个修罗腿。哇，牛掰，竟然输了。苏雨啊，这个修罗腿是真的牛掰，是真的太牛掰了吧。来来看一看啊，等我们修罗腿一到，这个人就不是对手了。修罗腿有一个，哎，这也没有啊，没有多少，他也没有换啊，就这我都打不过吗？这个狐狸也是真的变态啊，所以我们是要换一个狐狸的。他就是因为我会优先打他的狐狸，但是他狐狸有一个修罗腿，打起来不容易死。哎，我看一下他这个魂环，狐狸的魂环是不是比较肉的那一套啊？我是想等到我的修罗腿发下来再换狐狸啊，别着急。终极回合，一个，两个，这看起来就是一个雪茄的宝箱，我半天没找着。我觉得应该是超级酷炫的才配得上的。来，超级斗罗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然后我还欠北，欠这个丁香。哎呀，完了，无血，我的天，这武汉如果不死，那我们就不抢。你打一个这东西有点热，也没打着。那这人没有怎么鼓舞吧？然后我最后现在挑战一下，哎呀，这血量没有降，没有看出是谁能赢谁能输啊。这个武汉因为有敌人在，就不要打。我们拿下一个这个烈焰啊，无所谓的，因为到时候局面中还要拿这个什么什么史莱克嘛，别着急。来，魂合合成，红色三星超级斗罗，这儿一二三四五，对吧？大家不要太羡慕，直接合。封号斗罗，一二三四五，对吧？就是那么枯燥。魂斗罗，一二三四，我操，那么多！我的妈呀！妈呀，夸张呀！第二个刺激给牛会好一些，但是牛没有修罗腿，给他也没什么用，还不给天使呢。我是这样认为，但是你们说要给牛就给牛啊，听你们的。牛有这个，他这个十秒钟的手部暴毙，但是我觉得没啥用。妈呀，太夸张了！然后现在我再看一下，有红二吗？都没有红二，先给这个换一个红一吧，来一个红一，然后这个红二，黑二放这儿。魂斗罗我们合一个，对吧？今天就80%的几率合一个魂斗罗，也不是那么全然的索然无味，是吧？赌一个80%的几率啊，小赚30块钱，你别血亏啊，这个就亏不来。19876321，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，感谢各位直播间同学、看视频同学啊、玩游戏同学的观看和陪伴，再次感谢齐老板的大力支持和赞助。来，一个一个赌是吧？不要，80%的几率，好，小赚一个就行。我妄图哪会贪啊，对吧？太贪的话就会被这个游戏教育的。80不如20，哎，你20的话，哪怕前面两颗就成了，对吧？以后你会还回去的，这和赌博是一个道理，对吧？你现在觉得这个赌赢了一次很牛掰，以后你就忘不了这种感觉了，你就要不停的赌，你就停不下来了，兄弟们，我说的是对的，我妄图说的才是真理，是吧？来，先揍这个丁香，又到吃饭时间了，看一下吧。他的狐狸先死了，再被我锤死了。我牛暴毙了，牛47秒才暴毙啊！哇，这个牛的时间有作用啊，有作用，有作用。刚才他这个爆发太夸张了，是吧？等一等，客服称号他已经说会给我优先搞了。这牛确实挺容易被揍的。然后他这狐狸怎么打他不怎么掉血啊？这牛都死了，我靠，差距好大啊！咱妈给你做的是什么饭？我靠，我妈是我的，不是。不共享啊，这不共享，抱歉。什么宰妈，一堆人都出来说，这太过分了。这武汉也不来了啊，这排行榜现在没有脸见人了。哎，冲了那么多，还和我抢，抢啥呀？是吧？这个北仙人已经完全打不过我了，我还没有换狐狸呢。换了狐狸，他这个海神就根本就不会打我的海神，这也太惨了吧？啊，给他揍下去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给他揍下去吧。我们看一下啊，他打14能不能赢一次？好吧，来仔细看一下。天使暂时就不换了，因为这个牛没有暴毙，我的牛在没有修罗腿的情况下还撑到了这个47秒，就很厉害了，多了那3秒钟，对面的海神的一个爆发甚至两个爆发就没有打到我的海神的身上。这个要是女孩子还说个咱妈还可以，你们都是男孩子都说咱妈不太好，不太好，不是和解了还揍他啊？谁要他们啊？要赚我钱是吧？咱妈做饭好吃吗？这个饿了什么都好吃呀。这丁香之后就不太好发了呀。今天我们把这个战力搞到12亿啊，别客气，搞不到不下播，这句话放在这里。我用的是02256，没有错。气里的平台为什么不一样？问这个客服，你就找，你就跟这个气里的客服说，我要妄图玩的那个就可以了。今天史莱克能拿到吃主，拿不着的，因为有个二级神了。那个二级神我们怎么打得过？你说是不是？冰弟弟打一下是吧？我没有狐狸，也可以打。哇哇哇！
这次是怎么个剧本？你看这个海神，这不是不稳定啊，是他输出太高了，就直接写着不自量力的这个妄图挑战这个谁？哎，我陈商成那么高，主要是我的小弟一开始就死了，我真没有注意到啊。这次天使先死是吧？啊，等我修腿到了，你天使死个屁啊，就根本死不了了。薛泽排行榜，哎，武汉又打我，又失败了，何必呢？再揍他，下次给我安排个一级生是吧？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一级生的号给收了啊，这样像这个冰弟弟一样啊，向他学习。他这人是真的恶心，连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。冰弟弟被丁香玉了七级是吧？啊，好，待会儿我们看一下。之前我们是没有阵法，阵法很差劲啊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我靠，我这个海神差一点又死了。这个海神真的是有可能会暴毙啊，所以我们的魂灵搞一套光明系的魂灵还是不错的。三星天使没有用，那我给他拆成二阶，那我又多三个，多一个三星的魂圣魂核有什么用吗？给他上了就上了，无所谓，好吧。这个要不要打？要不要把他打到十九分？我觉得不必要，我们先去挑战那个冰弟弟看一看。来，切磋一下试试。四阶天使也不行，他这个会暴毙的。四阶天使是输出高一些，然后大家一起的这个输出，而且还有一个集火的功能，仅此而已。但是呢，这个天使照死不误，死了之后这个海神就有可能暴毙，这个不影响他暴毙的，懂吧？然后这儿，我靠，他就有两个了，这两个那么强，收的材料比我收的还狠。他这个海神不动，就有点烦，因为他有这狐狸挡了好久的输出啊，这个狐狸还是很烦的。四阶天使不暴毙，天使不暴毙是因为他的魂环不是四阶啊。他的这个阵法收的竟然比我收的还多，牛掰大发了。他的话是有四个四阶，要更厉害一些，这没有办法。但我就一把都打不赢吗？我认为我的牛不需要放在二号位，有可能放在四号位就可以，只要把天使换成狐狸就行。我是这样认为的。这次我们以多打少，哎，可以不？可以不？哎，打赢了，各位，还行哎，这次就可以啊。输出的话，我打出481的输出了，我的天，那么强。这不就有的玩了吗？对吧？这不是说，完全打不赢。之前我也是打神界，我今天中午我这个什么什么，三阶修罗也不在了，然后这个阵法也很差劲，照样打抢了他这个烈焰 BOSS， 对吧？不是说完全打不赢啊。再来一把，他这个狐狸你看成伤成的，让我很难受。我的天使别死，但我牛先死了，然后他狐狸才死。哎呀，这狐狸就是有点烦，等于是他打完我的这个前排，然后开始打我海神了，我还在打他的前排。这个狐狸就是这点厉害啊，所以狐狸尽可能要肉一些就行了。好，这两天群里不是这个游戏里的人挺活跃的，今天早上刚领完箱子，今天又满了，应该就是说是双倍的这个魂兽森林的副本，所以他们很多人都买这个次数，就把这个给拉满了。